攻击力最高的破军应该哪些英雄出？破军的优点很明显，就是提供超高的输出，基础属性就有高达180的物理攻击，装备的合成路径中也是两把大剑，非常的简单粗暴。被动是对半血以下敌人额外造成30%伤害，非常的适合收割残血。而且不仅是物理英雄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法师出也是可以享受到破军的伤害加成。所以单看这个被动，就知道破军非常的适合刺客英雄，尤其是娜可露露这种，自身输出就够高，半套技能就能把脆皮打残血，剩下半套直接就能秒杀敌人。再来说说他的超高攻击力，非常适合那些技能物攻加成高的英雄，首选的就是吕布。吕布的技能额外攻击力加成超级高，而且自身又是打真实伤害的，不需要堆那些破甲，只要把攻击力堆高就行。至于其他的英雄就不太适合破军了，一方面破军的被动在面对满血敌人的时候是一点用也没有的，在对线期并不太好用，另一方面破军的价格非常的昂贵，合成路径的两把大剑价格同样不便宜，想要做出破军需要忍受长时间的弱势期，这回知道该哪些英雄出破军了吧。